在用人方面，大家很关心朱婷，朱婷的回归无疑对队伍的实力增加起到关键的作用，同时他也有为国争光的强烈欲望。中国女排正在备战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的比赛，主教练蔡斌近日接受了采访，他表示中国澳门站中国女排发挥不佳，自己作为主教练责无旁贷，同时中国香港站会多让朱婷出场。从这一点来看，蔡斌的道歉似乎十分诚恳。当然，对于有些球迷来说，估计都非常想知道，为什么蔡斌突然会向朱婷道歉？为什么在前面两站比赛，他一直没有听从球迷的安排，这场比赛却突然意识到自身的错误？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？想要知道答案，不妨看一下最近国际排联公布的数据，以及国家体育总局和合的官媒报道又是什么样的态度。众所周知，此次中国女排和日本女排、意大利女排五个对手争夺四张奥运门票，目前中国女排排在第三名。从国际排联公布的最新世界排名数据可以看到，目前中国女排的形势是不容乐观的。如果接下来中国女排在香港站的比赛再度遭遇惨败，分分钟拿不到奥运门票。所以对于主教练蔡斌来说，在前面两周比赛打出一般成绩之后，如今看到最新面临的被动形势，他显然已经意识到朱婷是中国女排不可或缺的核心。离开了朱婷，中国女排确实很难在这次世界女排联赛取得更好的成绩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蔡斌自然知道接下来必须重用朱婷，中国女排才能改被动为主动，掌握进入巴黎奥运会的主动权。另外一方面，最近国家体育总局以及官媒新闻晨报的发文也非常给力。首先，国家体育总局回应了球迷举报蔡斌的具体问题，并且表示会向中国女排和中国排协相关的机构反映情况。另外一方面，新闻晨报在最近的发文中点名提到蔡斌，质问他们为什么不敢用不重用朱婷，引发巨大的关注。也许恰恰就是因为在这些官方机构以及媒体的催促之下，让蔡斌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最终及时纠正他的问题，做好接下来的比赛工作，这一点值得点赞。事实上，不管是主教练蔡斌还是中国女排的队员，相信大家都希望帮助中国女排取得佳绩。虽然此前因为朱婷和主教练蔡斌的磨合问题，彼此没有太多的了解，导致在战术上出现了问题，还好现在都已经认识到错误，只要接下来赶紧纠正在香港站的比赛当中取得佳绩，中国女排同样能够继续向巴黎奥运会发起冲锋，继续为国争光。而对于球迷来说，既然主教练蔡斌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，接下来有机会以最强的阵容出战，希望各位球迷继续支持关注中国女排，期待早日拿到奥运门票，进入巴黎奥运会一雪前耻。3年前我们在东京奥运会兵败出局，3年之后希望中国女排把失去的荣誉都夺回来。